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最负盛名的科研密集型大学，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排名，2007年，它在全球顶尖科技大学中位居第25名。虽然南洋理工大学成立至今不过30多年，但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创立于1956年的南洋大学。正是当年由民间发起成立的南洋大学，奠定了今日蜚声国际的南洋理工大学。而那所学府的创办人是当时东南亚塑胶业的巨子陈六世。位于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的华裔馆，正是当年南洋大学的行政楼，如今它已被辟建为海外华人研究机构。这里依然延续着对陈六世这位新加坡高等教育开拓者的怀念与崇敬。华裔馆呢是每天早上7点半开门，通常我就是7点半来到华裔馆，然后上来大概这个地方跟陈六世先生鞠个躬。所以我认为陈六世先生到今天给人家很敬佩的一位人物。虽然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但陈六世仍然活在南洋这片他曾经为之奋斗了差不多一生的土地上。这个由马来西亚华人创办的高等学府，他的图书馆就以陈六世的名字命名。图书馆的入口你就看到陈六世图书馆这六个大字，而且它是从上到下6个绿色的字。陈六世先生的精神是顶天立地的，这个绿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精神是开枝散叶。那我们学校因为继承南大精神嘛，希望这个精神在我们学校开枝散叶。图书馆内的展览室展示着南洋大学的历史，虽然这所华文大学已不复存在，但却印证着陈六世一生最卓著的贡献。一位实业巨子如何成为南洋华人社会高等教育的拓荒者？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他又拥有怎样的人生，从而赢得世人长久的意念与敬仰？当缅怀超越生命的长度，陈六世的生平与新加坡的历史紧密相连，并一同走过迷茫多变的揶揄交锋。2014年，陈锡远出版了一本名为《陈年老味：陈家桌上的老味道》的食谱书。书中讲述的闽南美食都是当年
陈锡元的祖父陈六史餐桌上的家常菜。在传统菜肴的古早味中，它寄予了对祖父的怀念，对时光的追忆。瓦煲猪尾，这是陈六史生前最爱吃的一道菜。这道闽南人餐桌上的家常菜，陈六史对他的喜爱从闽南故土一直延续到新加坡，几乎保持终生。有钱人喜欢吃鱼票，他说没有钱的人呢吃尾巴，他说我们有钱不要吃鱼票，你吃猪尾巴你想到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从19岁出海过帆来到南洋，陈六史在新加坡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直至76岁时长眠于此。他常说，这里无意无知故乡，但即便他乡已成故乡，他依然保持着人在原乡时的生活习惯，甚至一道菜一种老味道。1897年，陈六史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家中兄弟七人，他排行第6，故名六史。爷爷的父母亲，你那叫阿祖，阿祖，阿祖，哎，我听到他两个一起同一天。陈六史5岁时，父母在同一天被瘟疫双双夺去生命，原本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6岁那年，与他同宗的族兄陈家庚创办了集美乡立小学，他才得以入学读书。父母早亡，家计艰难，待稍稍长大后，陈六史便追随胞兄陈文雀的足迹，漂洋过海，前往新加坡谋生。陈六史来到新加坡的这一年，1916年，英国已统治新加坡97年。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隔着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相望，南面是新加坡海峡，西边是马六甲海峡，控制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航道。1819年，随着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斯坦福·莱福士登陆新加坡，英国人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和开发。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与马六甲并入马来亚槟榔屿，组成海峡殖民地，以槟榔屿为首府，设总督管辖。1895年，英国殖民者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联邦，首府吉隆坡。至1914年，英国在取得对柔佛、吉达、吉兰丹、丁加奴和波利士这5个邦的宗主权后，又将其组成马来属邦。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
和马来蜀邦，这些殖民政体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加坡开埠后，实行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从而吸引大批出海谋生的华人迁徙至此，他们把这里称作星洲或星岛。在早期华人移民社会，地缘和血缘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基的天然纽带。通过宗亲关系，陈文雀、陈六世兄弟一前一后进入陈嘉庚公司工作。此时陈嘉庚已转而经营塑胶业，塑胶园成了陈六世个人事业的起步之地。他很勤勉哦，那又啊能够活着人哦，又跟人家同甘于这个一苦哦，所以啊他很快啊就跟工人们啊就打成一片啊，他就看到这样啊，也升他为一个工头啊，这样啊才能够多当一面。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复苏，塑胶业迎来空前繁荣的时期，价格一路攀升。市场的兴旺促使陈文雀、陈六世兄弟决定自立门户，独自创业。1925年，他们投入多年血汗所得的积蓄，创立了义和塑胶公司。在群雄并起的塑胶业，义和以稳扎稳打的策略而逐步占据一席之地。至1938年，义和的塑胶分厂遍设于马来亚、印尼、泰国、越南等地的各大商埠，并在伦敦和纽约设代理机构，将加工制作的胶片直接运销欧美。陈六世成功跻身新马地区塑胶业巨子之列。1937年，他当选为新加坡塑胶工会主席。从一无所有到缔造一个跨国企业组织，陈六世个人的创业史浓缩着整个南洋华人移民的奋斗史。一首《方克歌》吐露的就是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辛与心酸。长山无头路，烧酒过番邦，番邦歹趁食，无去唔知空。在唐山你找不到工作嘛，没出路，那你们就互相说咱们下南洋嘛，番邦。来到这边才知道工作不好找，但是呢如果没有来就也什么都不懂，不容易，来这边也是很不容易。在闽南话中，投入意为工作或职业。当年下南洋寻找投入的华人移民，靠勤奋和毅力，一点一滴累积财富，一砖一瓦建造事业，从而奠定了今日新加坡的发展与繁荣。这张老照片上的三个人分别是陈嘉庚、陈嘉庚的女婿李光贤以及陈六世。这是1950年2月，陈嘉庚自中国返回新加坡，李光贤与陈六世前往迎接，在嘉冷机场的合影。对于陈六世来说，陈嘉庚不仅是他的族兄，个人事业的引路人，
更是他人生的楷模与师表。无论是经商理念，还是为人处事和心血精神，陈六十都深受陈嘉庚的影响。陈嘉庚曾这样阐述自己回家心学的动机：君子以道，且为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无福音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对陈嘉庚的思想，陈六十全盘接受，并对其办学成就大表赞誉。陈嘉庚军办集美水产学校，造就甚多人才，在中国沿海各港口及轮船公司服务，成绩并不输于英美留学归来之学生及厦门大学亦然。1934年，陈嘉庚公司清盘，他创办的集美厦大进入办学经济最困难时期。陈六十资助15万元，使两校得以勉强维持下来。在陈嘉庚为设立厦门大学基金而四处筹措之时，陈六十再度捐资5万元，帮助陈嘉庚在马来亚柔佛购买400亩塑胶园，以充作厦大基金。抗战期间，集美校舍遭日机轰炸，损毁严重。1939年8月4日，陈嘉庚发表为复兴集美学校募捐启事，向南洋各地集美校友和闽南同乡炫募国币200万元。陈六十率先响应，委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券100万元，以每年利息6万元捐作集美学校基金。1942年1月，在日军兵临新加坡之际，陈嘉庚劝告陈文觉、陈六十兄弟转移资产回国，也被战后发展桑梓实业之用。陈氏兄弟将700万元国币就由陈嘉庚汇回国内，并表示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这令陈嘉庚大为感动。抗战胜利后，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在香港创立集友银行，以每年的收益补助集美办学经费。1956年的时候，在香港那个银行就没有钱，没有钱，一点钱也没有。他从新加坡拿钱回去香港，他有25%的银行的股份，他拿出来，他自己不要。我们家族的孩子也没有。集美敬献公园内，矗立着陈文觉和陈六十的铜像，以纪念他们对集美学校的倾力扶持。于筚路蓝缕之中艰苦创业的陈氏昆仲，慷慨捐书，亲自助学，他们的义举足以令后人缅怀。颐和轩，这座充满欧陆风情的建筑，见证过新加坡历史上的许多风云往事。由新加坡华人社会贤达和工商巨子于1895年组成的颐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华人史上
重要的社会团体，也是新加坡华人参与中国社会运动的中枢之一。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这里领导了南洋侨胞义捐筹赈，以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陈六世追随陈嘉庚，积极参与其中。战后，1948年，陈嘉庚将颐和轩领导权移交给继任董事会主席的陈六世。此后，至1962年，陈六世连续担任颐和轩董事会主席，前后长达15年。天福宫，当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所在地，它是新加坡闽籍华人所组成的社团。1950年3月27日，决定返回祖国定居的陈嘉庚，最后一次以主席的身份主持了福建会馆换届选举。陈六世当选为福建会馆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72年。在任职的22年中，他继承陈嘉庚事业，积极开展会馆华侨社会福利，使他成为拥有数亿元资产的著名侨团。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也是当地华商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当选福建会馆主席前夕，1950年3月6日，陈六世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这样，陈六世在多个华人社团中担任要职，而他也将以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的身份接受历史赋予的使命。在嘉冷机场，陈六世与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合影是他们三个人的最后一张合影。不久，陈嘉庚即定居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叶落归根和扎根他乡，隔开不同的命运与归宿，也隔开两个时代。陈嘉庚基本上没有新加坡国或者是新加坡在籍的一个概念，新加坡公民的概念没有，因为那个年代祖国就是中国，所以他的观点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是他那个年代的。那么陈六世之后呢，不一样。陈六世是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家园再造。陈嘉庚走了，这标志着以中国为本位的侨民政治时代结束，而代之以新马地区为本位的华人政治时代的开始。在这历史的分水岭，陈六世被推向前台，客少即求，中午更续。他领导华人社团，传承陈嘉庚精神，在新的时代继续开辟服务社会与文教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英国仍竭力维持在新加坡的殖民体系。1946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废止海峡殖民地法案，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分开，使新加坡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随后，除新加坡之外的原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重新组成马来亚联合邦。1951年9月22日，英国将新加坡由镇升格为市，新加坡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自1819年，来福士在此登陆开埠，历经132年，新加坡终于从一个小贸易中转站变为大都市。此时它已拥有100多万人口，其中约74%为华人。新加坡被赋予市的地位后，民众开始要求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陈六世率领华人社团展开争取侨居华人公民权利的斗争。迫于民意压力，新加坡立法议会于1957年7月通过《公民权法案》，规定居住本地满8年的居民可申请公民权。至此，侨居华人结束了没有公民权的境遇。很重要，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这个生存这个权利咯，所以说也没有政治权利，是很重要的嘛，非常必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嘛。所以当时英国政府啊，当然他们也看出整个时代潮流是这样走了，他们英国人也是顺着这个时代啊，就稍微啊打开啊，就让这个华人啊，有22万的华人啊给公民权，那么这样子啊。也增加了华人的这个力量了。然而，华人社会依然面对许多困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华文教育。处在殖民体系下的新马社会，是一个英文至上的社会，奉行英文教育路线。1950年。至1953年间，新加坡华文学校学生人数仅增加了6000余人，而英文学校学生却增长了20000人。1950年3月，马来亚大学拟开办中文系，《南洋商报》为此刊发社论回应道：“我们华侨既然是马来亚。”尤其新加坡社会的中间分子，所以马大的中文学系的创办比较任何学系更来得迫切。陈六世宣布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义捐献马来亚大学30万元，借此表达对设立中文系的期盼。但他意识到仅创办中文系仍不足以解决中文教育的困境，于是倡议华人社会自办一所中文大学。这既是对陈嘉庚以办学振兴民族理念的继承，也是延续华族文化、维护华人社会利益的现实途径。他高呼道：“自办一中国式大学，世外狂澜。”继信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新马，以至全东南亚。但，
对于创办中文大学的倡议，英文日报、海峡时报则提出质疑。中国文学自身是古代遗物，马来亚没有必要为禁止的中国文化保留空间。马来亚需要的是设立一所基于中学与大学之间的初级学院，提供一年或以上的严格英文训练。海峡时报是官方后社，不但表达了部分受英文教育社群的看法，也间接传达了殖民当局的立场。此时正值大战结束初期，新马经济仍然疲弱，陈六十的倡议也未能唤起华人社会足够的响应，创办中文大学的计划被迫搁置。自华人迁移至新马以来，华文教育与维护华人在侨居地的社会地位相辅相成，而华文教育的困境意味着华人的社会和文化困境。身为华人社会领袖，陈六十清醒地认识到华人社会面临的危机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他以强烈的使命感继续为创办华文大学而奔走呼告。1956年2月9日，新加坡立法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以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议会工作语言，从而结束了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时代。英国殖民者意识到新加坡走向自治与独立的趋势已无可逆转，新加坡摆脱殖民枷锁谋求自治的过程也深刻影响着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时马来亚大学筹办中文系的计划始终未见任何实际行动，令华人社会深感失望。1953年1月16日，在福建会馆联席会议上，陈六十表达了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如果不合力改善，则马华文化在20-30年后将被淘汰及消灭。他再度倡议创办华文大学，大声疾呼道：“如欲使马华永存，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这一次，陈六十登高一呼，万山响应。新马地区两大中文报章《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首先在舆论与声势上给予支持和拥护。《星洲日报》发出号召称：“马来亚同侨社会，无论预谋中华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亦为子弟前途，或为个人工商事业现实需要打算，都应该成立一间高等专门学府，众志成城，望大家共起而立图之。”筹办中的大学经华人各帮派领袖会商命名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福建会馆献出523英亩地皮作为校址，陈六十任捐500万元充作创办基金，并庄严表态道：“于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无中华文化
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华人社会焕发出空前的热情与团结，展开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连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也投身其中。1954年4月24日，新加坡三轮车同业工友会发起一踏一日，将汗水换来的收入悉数贡献南大作为建校基金。理发业为赞助南大举行义剪。星洲舞女协会也一连五晚为南大义舞。华文教育面临存亡的问题了，是啊，是啊，可能慢慢的觉得说华文做华文的没有出路啦，那么政府的津贴也不支持啦，所以变成华文教育的大家都要一个自力更生的方法啦，那么在师资的来源的缺乏啦，如果自己不能够建立一个大学的话，整个华文教育就毁一旦了。1956年3月15日，新马华社各界迎来期待的一天，南洋大学举行开学仪式，首期注册新生共573人，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正如陈六十在致辞中所说，今日为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他同时表示说，现实本邦之政权握于他人之手中，华侨居留此地，纳税平等，无平等待遇，教育至今未获得平等待遇，故无人应即凭本身之力量自力更生。不过啊，政府没有承认南大学位，就等于一件啊，不承认的大学，它是以一种啊公司的名函啊去注册，并不以大学的资格。在英属殖民地上，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宣告成立了，但在复杂艰难的局势下，他注定将迎来重重波折与磨难。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新加坡民众要求自治的呼声随之日益高起，迫使英国人同意新加坡内政自治。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第一次大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赢得执政权。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告成立，李光耀出任总理。从与英国人展开自治谈判，到组成自治邦政府，新加坡政局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也令社会各界旗舰分出，迷茫不定。诡谲多变的政治局势，复杂迷乱的社会生态，同样左右着新生的南洋大学的前途与命运，包括陈六十个人的荣辱浮沉。虽然殖民当局表面上避免使华人自办大学问题政治化，但实际上反对任何违反政府要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亚政策的大学成立。李光耀也持反对意见，认为
在马来人的海洋，是没有办法容得下一所纯粹培养华文精英的大学的，并预言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他与陈六史之间在理念和立场上的分歧，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对立。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再度赢得大选。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二天，即突然宣布褫夺陈六史公民权。在李光耀看来，像南大这样一所全讲华语的大学，是与他促使新加坡多种族融合为一体的执政理念相违背的。陈六史随后兼具南大董事会的位留，辞去主席一职。他走后，政府即开始直接干预南大的决策与管理。陈六史在1953年开始啊，要创办南大，一直到了他1963年他被公民权被剥掉，刚刚11年，他就为南大工作、牺牲啊，贡献11年，他就离开了南大，没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公民权，就等于啊，你没有政治权利，很多东西就没有了。被褫夺公民权，这是陈六史晚年所承受的最大的人生打击。从此，他远离了为之倾尽心血与努力的南洋大学。1972年9月11日，他在新加坡逝世，享年76岁。出殡的那天，新加坡社会各界自发为他送葬，万人空巷，悲极哀荣。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建国后的新加坡于1968年正式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它也随之被改造成一所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1980年8月16日，南大第21届学生毕业，这是南大最后一届毕业生。随后1981年，南大校址上建立了南洋理工学院，至1991年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的历史就此终结。从1956年至1980年，24年间，他总共栽培了12,151名毕业生，为新马地区贡献了大批卓越人才。在一个纷繁敏感的时代，虽然南洋大学尽力避免政治色彩，却始终未曾摆脱政治的纷扰。这是陈六史和南大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但走过岁月长河，回首当初，人们不得不承认，陈六史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李光耀也承认，南大的故事有重大的启示。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新马两地的华人移民，从三轮车夫
出租车司机、小贩、文员，到商人和银行家，为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热烈响应为活人子弟建设一所高等学府。他们慷慨解囊，完成了一个共同的愿景。尽管这个愿景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尽管南洋大学注定会失败，但他创立的精神却使得新加坡人珍惜并世代传承下去。无论南洋大学还是它的创办者都已走入历史，但每年南大校友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追思他们的老校主，追忆南大岁月。 Mr. Dan Lark Sye, a name cherished by many who knew him,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Mr. Dan Lark Sy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creat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many who might otherwise miss out the golden opportunity of having a good education. 南方大学，这是继南洋大学之后，华人社会依靠自己力量创办的又一所大学，已走过25年的办学历程。很多当年南大的教师和毕业生一直坚守在这里，传扬着南大的精神与传统。我们这么辛苦来办南方大学学院，那么我们也想从传承中华文化，那么弘扬我们祖先优良的一个传统方面呢，我们也能够尽一点绵力，除了培训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啦各方面之外，那么我们经常都说这个水有源，木有本，人要有根。那么任何民族啊，我认为呢，没有把根留着来的重要。如今在马来西亚已有1300所华人小学、61所华文中学以及数所华人民办的高等学府。身处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环境，在实现族群与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共存的基础上，他们践行先贤的理想，与传统相连，肩负起民族传承的使命。曾经走入历史的，留下值得世代为之相传的遗产；而在不曾静止的时间里，这些理念与精神依然绽放。